木木，怎么了？刚接到通知，李阳的手术取消了，说是角膜捐献者。角膜捐献者怎么了？改变主意不捐了。什么？我得去跟李阳妈妈说一声，先忙吧。 下面播送紧急通知：看守所和附近范围内发现不明昆虫叮咬的情况，请各中队管教人员监督各自监视在押人员更换衣物，尽量避免与传染性昆虫接触。若发现昆虫附着在身体上，必须及时报告管教，不要用手直接接触。被感染者不必过分紧张，即使被虫叮咬，人与人之间也不会相互传染。 下面播送紧急通知：看守所和附近范围内发现不明昆虫叮咬的情况，请各中队管教人员监督各自监视在押人员更换衣物，跟我去医务室，尽量避免与传染性昆虫接触。若发现昆虫附着在身体上，必须及时报告管教。这次锦上看守所出现的红带锥蝽，把多名在押人员都叮咬了，市疾控中心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因为是看守所，我们不能随便进出。 所以我们只能作为紧急救援的后备力量，在外待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默默。哦，明白。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救援的各项预案。 就是这个，被这种虫子叮过之后，一般发病时间比较长，小张这个刚被盯上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不过最好还是要去趟医院，怕就怕这个虫子带有未知病源。多亏陈队及时发现，啊，以前在部队的时候见过，多多少少的会点措施。陆医生，那期间其他人什么状况？暂时消过毒了，不过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叮的。这种虫子在叮人的时候。 会分泌一种带有麻醉剂的唾液，人一般感受不到他的存在。那周德义呢？被关禁闭室了，刚才就是他在闹事，监视里被砸得乱七八糟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所长，周德义的母亲前两天去世了，他没见他母亲最后一面，再加上他的病情已经确诊了，情绪难免有点崩溃。算了算了，咱们现在当务之急，必须给我确保一点。 在今天下午，周德义被接走之前，完好无损。是，明白。来，把这个换上，通知其他警员换上长袖和防护服。是，嗯，快去。咱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等疾控中心的人来了，可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嗯，好。去省里医院担任院长，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离开飞行医疗部了，我希望崔启马，你。 或者私囚，能够接替我，最了解我们的人，是我们自己。刚接到通知，李阳的手术取消了，说是角膜捐献者。角膜捐献者怎么了？改变主意不捐了。我只是怕我在飞行医疗部时间待久了吃不消。我医术没有于飞高超，去救援的时候也没有你胆大。 我想，我还是去考个职称，没准过几年还能当个护士长呢。那你想好了？嗯，我还没想好。红带锥蝽是什么虫子？不是只有在树林和草地里才有吗？红带锥蝽的活动范围不大，一般数十米，最多数百米。锦山看守所在山里。
蚊虫叮咬自然少不了，具体的情况还得看疾控中心那边的人怎么说。哎，又是份苦差事儿。各位，从市区到锦山看守所需要经过一段山路，以现在的天气状况来看，疾控中心的人恐怕很难及时赶到现场了。 报告所长，疾控中心的人被堵在山路上了。说清楚点，怎么回事？就是下了高速那条山路，山体被暴雨冲垮了一部分，他们的车被堵在那儿了。那就是他们来不了了。说是孩子想办法。哎，王总，您别着急，现在状况算是稳定了，只要情况不恶化，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可是卢医生，外边还有几位好像也感染了，什么？恐怕越来越多。 这边走。你们好，我是锦山看守所所长，我姓王。 王总你好，我们是江安医院非新医疗中心的急救医生，我是思晓于飞莫莫。你好，你们正好怎么样了？情况好像控制住了，现在就等疾控中心的人来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疾控中心的人应该很难及时赶到。所长，我们怎么才能了解到里面的具体情况？有关押人员确定被感染的吗？具体情况现在的确不好说，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刚好你们来了，可以帮我们判断一下。这样吧，你们跟我去监控室。 那里观察的全面些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没问题。把这个穿上。好，这边来，先随我做一下例行检查。来，来，这边，我给你们说一下，后面是我们的监区，这边呢是我们的工作区域，监控室就在里面。我们现在做了哪些防护措施啊？我们现在发放了简单的防护装备。 那感染者是在监室里吗？对，我想先去监室看看。默默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没事，默默能行，你去吧。那我派人跟你一起去，好吗？好，走，我们去监控室。小心啊，注意安全。哥，再喝点水吧，啊，再喝一口。哎，大夫来了。大夫，你快给我哥看看，他。 但是这是多严重啊！你看，大夫，我会死吗？应该不会。那就是说，有可能会死啊！别乱想，我们是大夫，就是来救人的。对，别乱想啊，哥。我先给你做物理降温。 患者怎么样了？高烧39.7度，多处皮疹，意识模糊，偶有抽搐。试一下头孢曲松静滴和40毫克的甲强龙静推，已经用过了，症状没有明显缓解。叮咬的伤口消毒了吗？确定体内没有虫卵？奇怪的是，患者身上没有发现叮咬痕迹。没有叮咬痕迹？确定吗？对，我仔细检查了很多遍。 难道是通过空气传播？主要是通过叮咬传播，也有研究表明，当人们直接接触危重病人或者是带菌动物的血液等液体时，会引发传播。锥唇虫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，它可以直接在宿主之间传递克氏锥虫，进而引发美洲锥虫病。把锥唇虫的粪便、尿液直接抹到叮咬处的时候，致病的克氏锥虫。
就会直接进入体内。那感染者接触过危重病人或带菌动物的体液吗？应该没有。一开始那些被叮咬的关押人员，我们的控制住了，情况并不怎么严重。难道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？所以一开始是同一监视的九个人同时发病，并且他们身上都有叮咬痕迹，而且症状相同，是这样吗？对。然而现在。 有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，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叮咬痕迹。那就是传播途径改变了。王总，能不能清理出来一个区域，把感染者先隔离起来？这个，行，我想想办法。好，小李，跟我来，通知所有人，把食堂设为疫情隔离区。好，我去了解各监视的情况。 体温已经降下来了，一会儿会有人带你去隔离区。哎，可惜了，小钟是死定了。你嘴怎么那么欠了你啊？啊？你会不会说人话呀？本来就我这是谁的？一个可怜的孩子，还是个大学生。你能说的再具体点吗？ 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一个癌症晚期犯人，名字叫周德义，他也活不了几天了。早上还和赵警官吵了一架，一气之下把器官捐献同意书给蠕吧了。他呀是在想，在死之前再做点善事。可是吧，人呐，有时候。 就是一念之差呀！您是说，吵了一架就不捐了吗？没错，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跟警官吵架？还不是因为他母亲死了，没有人通知他。月姐，嗯，你听说没？怎么了？ 我刚才去找老陆签字的时候，我听见老陆在打电话，好像说是思乔他们全都被派去了看守所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他们本来就是外出救援人员啊。不是，我头一次看到老陆那么紧张，好像是看守所爆发了什么传染病，特别严重。传染病？疾控中心呢？疾控中心的人去了吗？不知道，应该去了吧。 月姐，陆主任，哎，老岳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于飞，他们在吗？哦，他们去看守所了，怎么找他有急事啊？去个电话。喂，对，我是陆振辉。哎，你们那个疾控中心的人什么时候能过去啊？我们医院的医生都已经在看守所了，可人手远远不够啊。你们也知道，这看守所的情况。啊，飞机已经去接人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我拜托你们啊，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对。 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啊！哎，你刚刚说找谁来着？没事了。啊。20分钟后到达嘉安市疾控中心。 请做好准备，收到。你们俩过来。
我们要在这里看好每个监视的在押人员，一旦发现有发热、皮疹等状况，立马上报，送往隔离区。啊，快去吧。是。 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安全起见，你还是找卢医生看一下吧。啊，好，那好，我先过去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呀？暴雨。 这些都和我没关系。出事了。 出事了，出事可就热闹了。我现在没心情看热闹。管家。 咳嗽自己喝水，嚷嚷什么呀？我突然觉得胸有点闷，而且浑身痒。哎，不信你看他，这人身上都起红点了都。两位警官，他被感染了，需要送到隔离区。 监视又有人倒下了，我得赶快去看一下。好，明白。那这样，等他们到了以后，我让他们跟你联系。好。怎么着？还是要等疾控中心的人过来。对了，四桥，老陈他们是不是快回来了？来不及了，我得先把感染源给找着。你找什么感染源？这可是大面积的公共卫生危机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应急级别。哎呦喂，不查出感染源，你能对症下药吗？ 那是疾控中心的事儿，这可是变异的红带锥唇，别惹事儿。哎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事态紧急，我去找感染源。就这样。不是，我走了。哎，武顺，注意安全啊！啊。 赶紧走！
这边，你们俩去那边。 又发现两名感染者，麻烦您去看看。好，于飞，先看看这个。好，记住啊，别用手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你叫什么名字？报告管教。我叫卓德义。我不是管教，你别感染了，需要输液。稍等一下。我叫罗疯子。那边有一个叫罗疯子的，好像在装病。知道了。 雨停了，雨好像真的停了。你在干什么呀？ 一定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，只是我们还没找到。一般夏天最常见的是食物中毒，但是食物中毒是以腹泻、呕吐为主要的症状，其次是疟疾和鼠疾，蚊子叮咬过就很容易出现。 也是高热，但是在这期间会有一定的缓解期，症状与红带锥唇的叮咬非常的相似。但是，疟疾和鼠疾在我国已经消失很久，所以我认为还是跟锥唇有关。 应该是感染了某些病菌，发生了变异，才会有这种症状。
出去！啊！我……你敢这里头成什么样？留下来等死啊！我救你出去是救你的命，不需要你救我的命。我回去。听说你要捐眼角膜，你要敢动，我就让你活不成。你要是死，可就捐不了了。走啊！ 那就断定的走，快点，这监控，快点！ 周德义一个人跑了吧？还有那个罗疯子，罗刚，什么？罗刚也跑了？对，他们俩一起跑了。这个节骨眼上的，现在人心不稳，先别声张，叫人抓紧时间找。要是他们两个也被感染了，那就麻烦大了啊！快去，是。 出事儿了！谁跑了？会不会是小周？老实点！
妈！发现什么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这里也没发现问题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什么时候发病的？啊，我是我们监室第一个发病。王所长，混进来一些装病的，需要把他们请出去。哪些事啊？如果一一检查的话，肯定没有这个时间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让大家先安静一下吧。好，赵凯，让大家安静。红带锥蝽叮咬过的患者，皮肤上都会出现皮疹，例如红肿、水泡，或者是瘀斑。在这些患病的部位上，同时也会出现瘙痒感，或者是疼痛感。在这里，我想请没有以上症状的主动离开这个房间。如果有人想装病混在这里，谋得保外就医的机会，那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在这个房间里有真正被红带锥蝽叮咬过的患者。如果你们不幸意外感染了的话，将会直接导致死亡。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鲁莽冲动，做一些得不偿失的事情。还有人吗？把举手的都带出去。是。
大夫啊，您刚才说，如果不幸感染病毒会导致死亡，是真的吗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那你啥时候能送我们到安全的地方啊？啊？我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什么时候送我们去医院啊？我们不想死。这样，走吧。走吧。什么声音？别动！后退！快点，别动！后退！热天起了，后退！什么？后退！快点，快点！这下后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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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了，都后退！别急了，这是没用的，别急了。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放心，有持枪的武警在，会保证你同事的安全。持枪？不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同事在里边呢。如果真出了什么事，你进去也于事无补。小美，我去，肯定是张大爷嫌空调冷。乔医生，我们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不过你得对我们看守所的民警有点信心。况且我们还有武警在，肯定会保证你同事的人身安全的。你知道刚刚看守所那边给院长打电话说发生骚乱了？知道。把他们现在都撤回来，让疾控中心的人去处理。我不管谁的生命更重要。站在医院的立场，我们必须先保证自己医院的医生是安全的，才能去顾别的事情。我也是担心他们。我就不担心他们了。他们有可能被感染，有可能被犯人打伤，在那种环境下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可是我们已经去了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任务进行到底。各位。再僵持下去，只是在浪费时间。你们所有人的病情，只要及时治疗，是不需要被送到医院去的。目前，最明智的选择，就是由我们来给大家检查病情，及时控制，不让病情恶化。不管在哪里，我们是医生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会尽全力的救治各位。请相信我们。他们都是我们飞行医疗部训练有素的急救医生。你不用写什么事后宣传稿。他们所有人都会平安回来。在了谁的身上？生命。